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快要到四月了，四月非常的可爱，因为基隆市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活动，就是童话艺术节，每年都可以轰动全台。在今天节目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有什么样的亮点及好玩的地方呢。首先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教育处终身教育科科长薛丽萍，大家好，学科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艺术家李奇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奇宏好。第三位是我们文化局视觉艺术科科长汪燕琪。各位观众大家好，汪科好。第四位是我们过港幼儿园园长简美秀。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美秀园长好。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年的童话艺术节，主题意象是梦之船。现在我们就跟着镜头一块来点亮城市的艺术。今年看起来也好可爱哦，要请教我们的薛科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历年来的这些童话艺术的活动都有不错的火花跟亮点，那原始的初衷还有今年的一些亮点特色在哪？谢谢主持人。其实童话艺术节在基隆已经来到今年第19年了。对，那一开始只是我们跟我们在地的艺术馆阳明艺术馆我们的合作，但这几年呢，随着我们的能量越来越强，然后参与的局处也越来越多，我们试图就是把整个四月份基隆市的港湾就是营造出一个就是属于儿童节的氛围，那给孩子就是这一个月的活动的主角。对，那先前我们有很多的很棒的一些艺术体验，然后亲子的共创的活动，那希望孩子在这个四月里面呢，就是到处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活动可以参与。但这两年也试着在思考说，作为一个四月份的主角，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场活动里面可不可以再多一些些的参与度。对，所以这几年呢，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只是童趣，我们更有艺术教育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带着所有的孩子，高年级的孩子，然后一起来创作一份属于自己送给基隆的一份礼物。那在基隆最美的舞台哦，不管是先前我们曾经在海洋广场，我们在国门广场，甚或在今年的城际转运站，我们都试着把孩子他们非常珍贵的一个作品，然后在基隆最美的舞台来做一个呈现。那除了这个之外，有很多动态的社团，其实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棒，但是都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呈现给所有市民朋友或是爸爸妈妈们。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活动的系列规划，特别规划了动态的活动的展演，那还有静态作品的展出，那让四月份的这个整个儿童节真正的属于我们所有基隆市的孩子。哎，真的就是属于基隆市的孩子。我之前都带小朋友参加过好几年，每年都觉得很精彩，真的很好玩。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去年这个寻找雨精灵的一些特点。寻找雨精灵正式开始。
从遐里到底啊，会想开。就是一起来寻找我们城市的梦想哦。那听说今年的活动比去年还会再更盛大，我们的文化局准备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动，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汪科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有什么好玩的推荐儿童家长带小朋友一起玩？有，首先当然我们配合这次的童话艺术节，那在4月4号跟4月5号这两个连假的期间，就有推出了三档表演。那其中两档呢是在我们的一个主产场，在那个城际转运站的广场大顶棚下面哦，有下午的1点半，在4月4号跟4月5号各有一场的表演。那分别是由我们基隆的欲望剧团带来的一个小水滴哭什么的一个行动剧的表演，那另外在4月5号呢下午1点半，这是由武工厂舞团带来的一个秀博士的幻想世界，那它是属于一个踢踏舞的一个结合踢踏舞的元素，来带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演。那另外呢，我们还特别在4月5号加码，在下午的2点半，在我们的文化中心4楼的演艺厅也有一场售票型的演出，它是邀请了日本的动物乐团来到我们这边演出。那它是由我们的艺术家带着动物的头套，那全程扮演动物来进行做演出。那他们透过没有语言的肢体动作的方式来带给大家一个精彩的一个表演。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周末这样子。是，哇塞，光是4月4号到4月5号，大家就可以有就是合家观赏的，或者是小朋友很适合小朋友观赏的，都可以到现场去看哦。那当然最后一场那个很盛大那个日本来的，就是记得要购票入场。那另外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太空学校的？是，没错。那另外我们在4月12号也有一个跟我们国内知名的 IP Kuroro 合作的一个太空学校的特展。那这次我们是特别跟他们合作，那里面有很多包含航空科技啦、太空的一个相关的知识都在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画面这边了，这是我们现场已经开始布置起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画面。那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火箭的展示，那也有很多的体验都会在里面，让小朋友能够不管在里面是学的怎么样，都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哎，真的很开心，因为那个展好像在台湾其他地方展也受到非常好的好评。那当然它有很棒的一些装置艺术。不过说到装置艺术，就是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去年的，我们有齐宏老师、齐宏艺术家为大家创作的这个鱼岛，非常漂亮哦，一块来看看。真的是超美的，而且很梦幻，这就是我们的岛屿装置艺术。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齐宏老师，每年都有新的创意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基隆亮点，今年呢？
OK， 好，不知道小俊还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年也要跟观众复习一下。前几年呢，你的作品，你如果对海洋广场作品你有印象的话，它都是雨滴。对，因为基隆太会下雨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儿童艺术节的这个计划，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设定的就是希望我们基隆的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你要从我们的小学毕业的时候，你都要为这座城市做一个作品。那你也要为自己留下一个雨滴。那我们把你的作品呢，很珍重的放在最基隆最重要的舞台海洋广场。那连续三年呢，我们已经每一年呢都将近了有5000滴的雨滴，也就是基隆每年呢会有5年级跟6年级的小朋友将近5000位。哇！对，那各位观众，小俊可以想一想哦，我们每一年的5、6年级全市的小朋友、哦、都得做一个作品。那你5年级会做一次，你6年级会再做一次。那前面的3年呢，我们做的呢都是雨滴，所以呢，每个小朋友呢，其实在小学毕业前，你在5年级跟6年级，你都会做了2次的雨滴的作品。那今年呢，我们跟教育处呢就特地的重新的再去规划一个全新的教案。那目的是希望呢，透过呢这个装置艺术的作品呢，更重要是它背后的这个。对于在地知识的这些传达给小朋友的，所以今年呢，别开生面，我们做的呢已经不是做雨滴，我们加了一个船的意象进来。梦之船。所以今年的作品叫做《梦之船》。那为什么选择是船呢？过去呢，我们做的是雨，雨的概念呢是希望带着小朋友呢从气候的视角来了解基隆，因为想到基隆，你就会想到雨。但是基隆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海洋。那海洋呢？海洋的文化或者海洋的资源呢？它其实伴随着我们这座城市，所以呢，从今年开始，我们加了这个海洋意象的概念的这个教材进来之后，你就可以想见哦，未来呢，我们的小朋友一年会认识基隆的海洋，一年会认识基隆的气候，所以我们的小学生毕业之后，他就会透过这样2条的路径，去认识课本以外的家乡。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呢，能够把家乡的气味植入到我们小朋友的生命经验里头。未来我们小朋友呢，就像是一艘小小的船，它可能航行全世界，可是它永远都会记得家乡的味道。是，哎，真的就是要记得家乡的味道。就除了我们的雨滴，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船。那我们现场也已经带来了一些小朋友的创作艺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特色亮点吗 ？OK， 好，这次呢，我们基隆的带着小朋友做的这个船呢，它其实呢延续着我们去年开始，我们希望带着小朋友除了去了解我们的环境，了解我们的在地人文之外，我们也希望在整个作品里头呢带着小朋友把环保的意识放进去。所以从去年开始，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小雨滴的剪纸外面用的那个泡壳，它其实是回收再制的塑胶、哦、那里面用的纸呢也都是回收再制，印的也是无毒的环保油墨、嗯、那今年呢，你看到这个船也是这个的材质呢，虽然它是塑胶的，但是这个塑胶呢，它也是回收再制的。嗯、所以当作品结束之后呢，这些的作品呢，它都可以再回归到它的循环系统里面、嗯。那去年的小雨滴很有趣的是，我们小雨滴的这个泡壳啊，就是展览结束之后啊，我们把整理完的 OK 的没有被破坏，因为毕竟在外面风吹雨淋一个月，好的这些呢，我们就开放给基隆市的学校校级单位，有需要的你都可以来认购，再把它拿回去。所以很有趣的是，坏掉的我们回到了环保的系统里头继续循环、嗯、可是可以使用的我们就回到了学校的系统里头，让学校呢能够再把这个小雨滴的概念继续延续在他们的课程教案里头。所以这个是可能一般观众看到这作品会想说啊，我们怎么又用塑胶？可是其实这个塑胶呢，在它的使用材质上面呢，具有我们想要推广的这些环境的知识在里头。哇，所以可以看到，除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艺术，另外我们还加入了环保，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全方面的有这样从艺术领域当中可以去探索到其他的各个面向。那当然说到这个孩子嘛，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园长妈咪，我们的小小孩今年也很特别，也有加入这样的艺术创作，大家可以在哪里看见他们的作品呢？我们要请园长妈咪。
好的。那幼儿园这边呢、啊，其实因为我们哈，其实我们在学前教育非常重视幼儿的美感，美感教育。那美感教育要从哪边深入？其实从小开始一直深入进去。所以我们在希望他们在大班毕业的时候，也有可以自己一个展览的舞台。所以在我们从106年开始就有筹划这样一个活动。那然后这些孩子的作品呢，其实真的是美感就在中间哦，他可以用卡帕。或者是积木啊，或者是拉 Q 的东西，去制作出他想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在做的时候，也有物理的概念，其实还有 STEAM 的概念在这里面。哦，这个是我们希望孩子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展示的美感的作品的机会。那最重要，今年呢、啊，我们大班的以往我们都用实体拿到文化中心啊，一些文化就是我们的海科馆去展览。那我们今年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用拍摄的。好，我们把孩子的作品啊，今年都用拍摄方式，他们今年都做这种立体作品哦，对，都是立体的作品，但我们用拍摄下来，我们希望说把孩子的作品都拍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影片。好，可以投影。那我们预计投影出来的时间是2天，4月20跟21，好的两天的时间。那我为什么用投影的？是希望说跟科技结合，把这种投影的东西，孩子的作品可以保留下来。然后就可以一直放着，他展览完了之后，投影完了，他还是有机会再看。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的大班的一个方式。那在投影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可以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以一起看，在文化中心的外墙的。投影在外墙上面，然后可以带着野餐垫哦，然后全家在傍晚的时间可以一起来看，好，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那除了这样子，我们今年还有在大班这一部分，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在4月20号这一天，我们在城际转运站的这个地方，在好早上10点到好下午3点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一个动态的。好，可以让家长亲自来体验。那这里面体验的东西，我们邀请了15所的公私立的幼儿园，一起把教室里面，我们把那个大顶棚下面画成一个小小的幼儿园的教室，看小朋友每一天在教室里面是怎样运用这些素材，然后创作出什么样的东西，好，什么样的物件出来。然后所以可以爸爸妈妈也顺便来了解学前教育到底是学哪些东西。好，然后也借由这一次让大家可以一起来。然后这个边的大顶棚除了这个作品的体验，还有提供给幼儿可以当天可以来表演，好，可以自由的，你要组队啊，或者是你个人表演都可以，我们这段时间都是开放的。然后希望说大家就舞台空的你就可以上去表演，对对对，舞台空的你就可以上来表演给大家一个有机会的秀自己一下，所以就体验一下当街头艺人，对对对对，体验当街。所以就像我们今年的我们的作品秀，我们的叫做大班夜秀，对，好，连续秀2晚，好，这样的一个概念结合，这样子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样子。哎，这样听起来整个4月满满的活动，哎，好多，不管是可以看的、可以玩的，然后还可以合家一起坐在地上野餐欣赏的也都有。那要请教我们的学科要跟大家分享，其实4月3号、4月5号是重头戏嘛，活动期间有非常丰富的舞台表演，还有风格市集，是不是来剧透一下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好，谢谢。其实我每年都说童话艺术节是一个收集小朋友笑容的任务。好，那今年一年一度又来了，所以我们非常每次都是在行前绞尽脑汁想说今年要带给小朋友什么。那今天的任务就是来剧透，就是所有我们基隆市的大朋友小朋友就是在这个礼拜呢都会收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 DM， 也就是我们的攻略。好，要怎么玩呢？这回去一定要赶快跟拿给爸爸妈妈，然后把他们行事历都登下来。那从4月3号到4月5号，我先来透露我们主活动的部分哦。主要的展区在我们城际转运站。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一次公开的地图。这上面有很多的站别哦，总共有五个站，然后会到时候会邀请小朋友跟爸爸妈妈，除了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也要记得集章，因为集章闯关之后，你就会有一些比较特殊、专属你的礼物，然后有些是来到现场你才会知道，非常的特别。那个别有哪一些呢？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集章的部分哦，在第一站有一个梦之船，就是刚齐宏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可以来找找你，就是五六年级大孩子的作品。好，在我们的梦之船第一站，那它其实也是在城际转运站旁边，我们的台铁的花雕雨棚，好，我们让它就是重现风华的样貌。那第二站呢，是我们的梦想起航站，梦想起航站其实就是我们的活动的主舞台，大家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精彩的活动。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冒险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呢，其实每年的工作坊都是秒杀课程，我们在活动前其实19年下来其实有一定的口碑，每次大概3月初就会接到很多电话来询问今年的活动，那也不是只有基隆的爸爸妈妈，就是北北桃的爸爸妈妈也都会来询。那像这样的一个报名的课程呢，我们也都在教育处的脸书官网来做一个报名的连结。那这次的主题有山、有雨、有海，那有兴趣的爸爸妈妈要赶快来报名哦，到时候就是可以来活动现场来一起游玩。那再来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还有我们旁边的 Anniverse 的漫游者基地，这些都有很棒的体验活动，然后记得要集章，集章才可以来参加我们后续的活动。对，那我继续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三天主舞台的一些活动的部分哦。第一天在4月3号的晚上是我们的开幕式，那邀请了基隆的城市代言人就是安心雅，还有我们这次的Kurolo太空探险队，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小朋友，然后进行梦之船的点灯启用仪式，那也是活动的主要的开幕仪式。那4月4号跟4月5号两天的主舞台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刚一直在说我们透过这次的活动，我们想把环境永续的概念打进就是孩子，希望他们可以从小扎根。那说真的，我们在讲一些硬邦邦的教条，对孩子而言太难理解，对，太难理解。所以从去年开始，不管是我们艺术作品，我们用的环保回收材质，甚或是像我们透过行动剧，其实欲望剧团这出行动剧，它是把《小水滴哭什么》的一个绘本做一个改编。那其实去年在基隆市有小小的巡演哦，造成小朋友很大的回响。所以呢，今年我们邀请他再上我们的大舞台。如果有小朋友去年看《冰山爷爷》啊，还有海洋爷爷，还有冰山姐姐，觉得还不过瘾，今年可以再回来再复习一下。那再来就是我们学校的社团表演，刚刚有提到这个四月的海的月份呢，是属于我们大小孩子的。那我们也透过舞台的打造，提供孩子一个展演的舞台。那我还有我们的泡泡秀啊，还有就是小朋友最疯狂的悠悠台的哥哥姐姐，这次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是6个哦，所以时间一定要提早预约，两天都有满满的就是活动。那再来呢，还有为我们这一次活动客制化的天马戏剧团他们的与精灵出任务海洋危机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的行动剧，然后把海洋永续然后环境保护的观念带给孩子。那这是我们初步的一个剧透，谢谢。哇，真的听起来真的很丰富，4月3号到4月5号这3天3、4、5嘛，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刚好就是我们的连假开始嘛，我们的连假一整天，3天的连假，就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玩一玩，不管是静态的市集展，或者是动态的一些表演秀，都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哦。然后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齐宏老师，齐宏艺术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装置艺术，以往都是装置在海洋广场这最亮眼的地方，那今年听说有点不太一样。好。过去呢，我们3年的作品都是装置在这个海洋广场。那今年呢，我们特地把它移师到了这个城市转运站旁边的雕花雨棚。那这个雕花雨棚它是很有特色的，它其实是我们的市定古迹。那为什么要设在这个雕花雨棚呢？它其实有蛮大的意涵在里头。那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叫做梦之船。那基隆呢，大家听到基隆就是想到就是基隆港，我们的船从基隆港是一个航运的起点，但是大家也别忘了，基隆的那个火车
也是我们的西部干线火车的终点，它也是起点。所以呢，这个雕花雨棚是什么？这雕花雨棚是我们铁路地下化之后呢，留了一个保留了一段我们过去的台铁的月台，所以把这个船的意象，跟结合了我们交通枢纽的这个铁路的这个月台意象，那希望让小朋友去思考，就是基隆站在一个很多的不同的，不管是交通或者历史的这个交汇的节点。那从这样子的视角，我们可以来重新来看我们基隆在台湾这个整个文化脉络底下的关系。那这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呢叫做梦之船。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就是船它其实是承载着我们基隆这座城市。那属于每个小朋友，你的梦之船承载的又是什么？所以今年呢，我们的作品里头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小朋友的梦，以及他对于我们的环境的想象。例如我随便拿几个，每一个都很精彩，让我很犹豫不知道拿什么。你看像这个小朋友做得很好，他的梦之船呢，他的船呢不是在做他的梦，他的船是在看，各位有没有看到写 基隆， 他是希望基隆我们的海洋，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海豚，然后还有很多的鱼群，有各种的不同的海洋生物在里面。那这也是呢，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在做的这个装置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想要去强调的是，艺术教育。我们没有想要去带着小朋友去比较谁的船做得好，或者谁的船更符合主题。我们反而是希望呢，透过呢老师们把我们这个船小小的船带回去的学校之后，由老师们带着小朋友去发酵，去酝酿出属于他们对于船的想象。所以每一个小朋友的作品其实都很珍贵。那如果呢你在下个礼拜呢来看我们小朋友的作品，你会发现每一个小朋友的船呢在讲的都是不一样的。有像刚刚讲的这个是以基隆的船，那也有像你看这个小朋友做的很漂亮的春天的船。春天的船，那我觉得里面呢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去设定每个老师要带着小朋友去完成什么样的作品，在这样子的框架之下，反而呢老师们会带小朋友玩出很有趣的，包含像这个你看到的这个，哇，我觉得它好厉害。透过我们给的材料，它可以做出一个建成的海洋。你看这个，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嗯，其实每个小朋友拿到的材料都是一样，可是它发展出来的呢，都会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艺术创作。那包含这个也好厉害，这个，哦，好精致哦。但各位观众，你别忘了，这是我们国小的五六年级小朋友做的作品哦。所以当我们给他很大的这个创作的发展的空间，他也许会发展出来的会更特别。每一个呢我觉得都好像艺术品。所以呢虽然呢这个梦之船的作品是由我来规划，可是其实真正的艺术家呢是我们在基隆的每一个五六年级的小朋友，每一个都是小小的艺术家。那包含这个你看到的，直接把我们可爱的基隆直接就打写出来，好厉害。这是剪纸的作品呢，我们五六年级小朋友会发挥他的创意跟巧思去做出这样子的作品。好，那他们都自己一个一个这样子剪，对，都是自己一个一个剪的。那刚刚那个3D 立体，这个呢，刚刚给各位看的呢都是平面立体的平面作品，可是你看看这个，哇，一样的材料用的呢，可是它可以发挥出完全不一样。用的，你看到这个也是我们发给小朋友的材料。这是他们发挥他们材料创意的。所以呢很欢迎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下个礼拜呢可以来看看，除了呢这个由我们将近6000艘的这个船呢会汇集而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商船队之外，也希望呢民众呢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一个一个的小小的艺术品。那今年呢很特别的是，因为是在雕花雨棚，那它呢基本上那个雨棚不大，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好高好高，小朋友要抬着头去找自己的作品。那今年呢，因为这个每一个作品都很精致，所以呢你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观赏每一个小朋友他的梦之船。那也许呢在我们看小朋友的梦之船里头，你也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哎，属于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遗忘了。那在小朋友的梦之船里头，我们可以也许去可以找属于自己的梦之船。是，哎，真的，哎，就是越来越贴心。现在小朋友只要头低低的，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作品。那当然有近6000艘组成的一大艘船，很令人期待，不知道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整个四月嘛，对不对？整个四月都会在我们台铁的雕花雨棚那里，所以大家记得要
块去欣赏，看看我们的孩子的梦想，也寻找自己的梦想。那刚刚说到四月份的活动真的非常的多，那当然文化局这一次的投入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听说我们要开馆了，而且投展也非常的精彩。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先请教汪科跟大家分享一下，跟这个知名的 IP 合作展示很多火箭模型的，是不是有跟大家剧透一下这一档特别的展览？好，没问题哦。因为其实我们基隆美术馆预计在四月十号开馆，那这个我们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那当然，我们待会会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当代展，在做我们的开馆展。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兼顾到我们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在开馆的当日，我们一起也跟我们国内的知名库洛洛的 IP 合作，那也做了一个太空学校的一个特展。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就是跟国内一个很有名的火箭的研究中心，叫做 ARRC 前瞻火箭研究中心合作。那他们也提供了现场有4组真实的火箭的模型呢，在现场，而且他们随时都要出任务，因为他们只要研究室有需要，他们就会回去进行研究之后再回来，所以他们是真实在现场可以使用的一个火箭的模型。那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展的部分哦。第一个大家可以看，我们其实展有分很多个让大家可以体验的地方。那我刚刚讲到的模型呢，就是在我们一楼进来以后呢，第一个展区就是火箭的部分。那大家看到我们有大概4组的火箭呢，会在这边现场做展示。那里面会跟小朋友讲到说，哦，这个火箭形成的原理啦，相关的一些科技的应用啊等等。但是我们会用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不会用太艰深的一个字句。毕竟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国小以下的朋友。所以我们绝对是用比较浅白的文字，然后带领小朋友进入这个航太的科技。那第二个呢，接下来要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现场没有准备太空装让小朋友换，所以如果父母带着我们小朋友到现场的话，他们就可以让小朋友换上太空装，然后体验一下当太空人的一个感觉啊，跟着我们库洛洛在现场拍照。那这个其实也是我相信，对对对，相信到现场，如果在假日的时候，大家可能需要排队啊。任朝庸姐说，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而且同时，其实我们原本的展区是在我们文化中心啊中正路侧这边的一个空间哦。那原本我们只安排一楼的空间。那当初我们在跟市长开会的时候，他觉得说不行，这样现场可能会太挤，所以我们特别再把它拉开，我变成是一楼跟 M 楼都是我们的展区，那整个空间变大，那让小朋友能够更舒适的在里面参观啦，或是进行体验等等。那这是我觉得市场考虑非常一个贴心的一个做法。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场 M 楼的部分呢，就是给小朋友的一个体验区哦。那这两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库洛洛两只的这个头在这边，它里面其实都是一个电脑的一个仪器，可以让小朋友在里面做体验。那至于怎么体验呢？我相信就让我卖个关子，还有就是到四月十二号的时候，我们正式开展的时候，再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太空的特展，这样子。哎，真的好好玩哦！现在不只要接轨国际，还要接轨太空，航向宇宙，这真的是很特别的展览，就带大小朋友一块来看看，一块来体验。有大人的那个吗？太空装吗？应该是没有，小孩對對對跟小朋友小孩的太空装，就借着去那个换装一下，拍个照留念一下，说不定未来家里就出了太空人呢。是，对。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四月份也是一个文化局的大月，就是大家引颈期盼很久的基隆市文化艺术中心要开馆喽。是我们在刚刚跟大家提到，我们四月十二号就我们的基隆美术展。美术馆即将正式的开馆。那在我们在四月十二号，除了刚刚讲到的太空学校特展以外呢，我们的魏济池一个当代的特展也要隆重的展出。那这次是邀请到我们国内非常知名重量级的策展人林鸿章老师来担任我们的策展人。那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一共有20几组的国内外非常重量级的艺术家来参与这次的展出。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艺术家能够非常愿意的来支持我们基隆这美术馆的开馆。那包含何金泰老师啦，还有我们在地非常厉害的吴天章老师，以及沈昭良老师，还有
相关还蛮多，好在地的王玉松王老师，他是我们在地的艺术家，也都有一起进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展。那我们这个特展其实主要是希望借由对于基隆历史的一些探索，以及回忆，以及去通过一个艺术形式的一个转化，让大家去感受基隆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历史的片段，从而去进行大家去做一些反省啊，自省，然后再去展望未来，去想想看我们未来可以走向一个怎么样的方向。我觉得刚好呼应我们这边的太空特展啦、啊，就是我们就是当小朋友在思索之后呢，有一些未来的方向可以找寻。对，那同时我这边也在做一个预告，我们4月20号也会有基隆美展的一个得奖作品的展出，在我们的三楼艺廊这边会展出。那这边就是我们去年基隆美展首先有更改过一个赛制，我们独立出一个基隆奖，奖金头奖有30万，来选出一个30万，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讲完大家都去投。对，我欢迎，我们今年还是一样会有一个30万的基隆奖作品。那当然，我们今年也特别了，新增那个立体雕塑类的一个类别、哦，那跟以往的一个新媒体的类别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有东方媒材跟西方媒材，还有立体雕塑类三种作品，在我们三楼艺廊，在3月20号也会展出，那欢迎大家来观赏。哎，真的，这基隆美展真的是重头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很特别的艺术创作都会在基隆美展展出。那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得主，基隆美展的得主齐宏老师，齐宏艺术家也在现场，那就是欢迎大家一块来看看。四月份真的是我们的艺术大爆发月，不管是在儿童的或者是在文化的，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创意与亮点。那当然就是带给我们孩子很棒的一些环境教育的学习。那最后啊，就是这一次的童话艺术节真的是太好玩了，我们要请4位化身成导游带大家来好好的玩一玩。我们先请园长马明好不好？好，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来在4月的这个月份，记得来基隆好好的玩一玩，然后记得要来看幼儿的大班作品展，五光十色哈，大班作品夜夜秀。谢谢。4月20、4月21，这两天要特别注意。好，那我们来请汪科。是身为我们基隆美术馆的代言人，没有，我们其实在四月份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安排相关的展览会演出，在我们的基隆文化中心哦，在进行。刚刚我讲到了4月5号的动物乐团，在我们的4楼的演艺厅。那在4月12号我们的开馆展以及我们的亲子特展的开幕，也在我们的1楼展厅跟大家见面。那另外呢，在4月20号，除了大家来看我们的大班的作品展以外呢，我们的3楼艺廊也有我们的基隆美展的得奖作品的展出。那欢迎大家都能够每个礼拜都能够来基隆好好的玩一玩。真的要好好的玩一玩哦。我们还有20分钟，大家可以慢慢讲。齐宏老师化身成导游，要带大家怎么玩呢？好，我们这次的作品呢、啊，它是在雕花雨棚。那雕花雨棚呢，我觉得可以让民众呢，如果你过去呢都是在基隆庙口吃完小吃走完了之后呢，你也许会到我们国门广场走一走。那现在呢，我们把作品呢延伸拉到了这个城市转运站，所以呢，很欢迎各位民众，除了庙口之外，除了海洋广场之外，也可以到我们的新的城市转运站的周围去走一走。那边呢有很多新的设施、新的景点，其实是蛮适合大家可以观赏的。那这一次的这个梦之船的作品呢，除了结合了台铁月台之外，然后它的展期其实很长，我们的儿童节的活动呢大概是4月1号到4月4号。对，但是这个作品呢，其实从4月1号，我们一路展到了4月21号，所以将近呢有三周多的时间。那所以民众呢有空呢到基隆的时候呢，欢迎呢来找找我们小朋友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希望民众呢可以有两种观看的方式。它白天呢有白天的风貌，到了晚上呢我们会打灯，所以它晚上呢会幻化成另外一种的截然不同的气氛，所以呢很适合的就是大家民众呢，你来基隆可以来玩一天，白天呢先到了美术馆走一走，到我们的文化中心这边呢来看看展览之外，然后呢吃了庙口的小吃之后呢，可以来看看我们白天的梦之船，那到了晚上呢你就不要离开，在基隆的晚上呢，在海洋广场呢看看我们的夜景之后，记得再回来我们的梦之船看看夜晚它的风貌。那
很适合呢一整天，你可以来基隆好好的呢来走走，就是整个四月有我们的梦之船以及我们好多的活动来陪伴着大家。是，就是要陪伴大家，基隆真的很好玩，还可以去庙口吃小吃呢，那旁边周遭也有很多的美食可以请大家好好的来欣赏。然后我们再请薛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化身成导游要怎么玩呢？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把基隆多雨的气候拟人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第一次登场的雨精灵，哦，它是非常可爱的一个雨精灵宝宝，那也是我们活动的 IP， 就是基隆市政府持有的。那去年呢，我们的雨精灵带领的就是大小朋友，我们来到基隆这颗雨星，然后登陆来做一个探险。那今年呢，是带领所有的小朋友化身成航海士，然后搭乘我们的梦之船去寻找你梦想的起点。对，所以整个四月份呢，我们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基隆，然后协助我们一起完成这一项收集笑容的任务。好，我们一直都觉得它是每一年最重要的任务，那需要大朋友一起带着小朋友来。那除了就是我们主活动在四月三号开始之外，其实我们有提前有一个梦想的起点创作大赛。好，它是对于全国的小朋友来做一个征件，只要你是幼儿园然后或是国小的孩子，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主视觉，我们的官网上面有提供一个图框，那在里面画上你的梦想，然后你心中的想望，那就可以投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们特别为了小朋友延长哦，因为有妈妈打电话来说她来不及画，可不可以再延长一下下，所以呢我们延到这个礼拜五这礼拜是28号，想要参加我们就是梦想起点创作大赛的小朋友，还是可以赶快完成你的梦想，然后寄到我们活动的信箱，然后来参加这一次的一个展演。那后续也会除了有奖品之外，我们也会抽出就是人气奖。对，就是到时候线上会票选一个活动，就是谁的梦想最让人期待，然后最受评审的喜爱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这次的刚刚讲太快了，我们的秒杀课程还没跟大家隆重介绍哦，就是我们分别在4月4号4月5号我们山与海的工作坊啊，山这个元素我们用的是原住民他的透过贝壳然后去做一个串珠，然后来呈现一个基隆属于基隆的意象哦。那雨的部分呢，我们是透过就是浮标跟捏面，然后去雕塑有关海洋的一些意象的作品。那最后一个海的部分呢，我们的老师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做一个气象屏，那透过那个气象屏的制作，你可以去观察一些细微的天气的变化。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活动除了玩乐开心，我们还有很多充满教育意涵在里面，然后欢迎大小朋友来探索。是，哎，那气象屏很好玩，大家记得要去做，就是你会发现，哎，今天还没有下雨，但是那气象屏的颜色已经变了，真的很好玩。那说到孩子，其实孩子的创意真的是五花八门，而且我们从小就扎根。我们要请美秀园长，园长妈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朋友的一些创意思想。其实我们孩子的创意真的无限，也是独一无二哦。其实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的亲子 DIY 其实它就是把教室里面的元素，里面有用毛根啊，也有用动画的，然后到时候你可以拍有点像微电脑的，好，那这样的一个动画你可以来体验。还有我们用 LaQ 的，其实有的小孩为了组合一只恐龙，他可能连点心都不要吃，他就会一直在那边组合它。然后有的人为了要跟合作，好做一个积木或弹珠轨道，其实他跟他的好朋友其实花很多时间的，所以这些的美感的东西，他真的是从小就已经扎根了，所以才可以在网上发展。那在学前这一部分，我也欢迎很多我们的家长，万一若是要来练幼儿园的，可以利用这一天，其实四月二十号这一天来体验看看，其实在教室里面老师都用哪一部分，带着孩子来创作，然后孩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特别的作品，每个人作品都有他自己特别性，那非常欢迎。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今年为什么要给他拍成
一个是动画的一个影片，七把作品其实是有点叫突破。我们去每个园所拍的时候，最近在拍的时候，哇，那个摄影师都说，哇，小朋友怎么那么厉害啊，每个的作品都不一样。那这一次的作品有多少件？有1588件。哇，这么多、哦、对，然后有65间的幼儿园参加、哦、所以我们会投影的时间，一个 cycle 的时间会有90分钟，所以一个晚上我们投影2次。好的，然后所以你可以第一轮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看第二轮、嗯、然后第二天还有机会，第一轮没有看还可以看第二轮，然后可以全家一起来看，没有限制，只要找到地方，从海洋广场或东岸这个方向，只要可以看得到文化中心的外墙，都有机会可以看孩子的作品。也请爸爸妈妈一定要记得带孩子来参加，他真的是生平的第一次。好，这些的作品他可能是生平的第一次上了这样的一个舞台，可能以后他不是艺术家啊，但是今年一定要让他当一次艺术家，可以站上这个舞台。对，然后他会永久记得哦，我的作品被投影在文化中心的墙壁上，很大很大，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哦。那当然啊，这是4月份，真的是文化艺术的大爆发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王科，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要跟大家剧透一下的一些视觉艺术的内容呢？好，其实我们这次开馆展的展出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期待。其实已经筹备了大概两年多，然后但是其实每个艺术家都在线上等啦，都大家都蛮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艺术呈现给大家，把他们的一些艺术作品跟一些创作理念呈现给大家。那其实我们这次除了这些当代大家的大咖的艺术家的作品以外，我们也把我们的典藏品也有提供出来。其实我们也在现场也会展出我们郑尚希先生老师的一个摄影作品。那因为他也是记录基隆非常重要的摄影师，所以我们在这次我们的特别也会独立一个展间，让郑尚希老师的作品也在现场跟大家见面。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摄影很有兴趣，或是您是郑尚希老师的粉丝的话，也务必锁定我们这一档的开幕展，一定非常的精彩。 对，真的是开幕展都要让大家就是眼睛为之一亮。那当然基隆美展20号就开展，所以现在都出来了吗？成绩都公布了？基隆美展的成绩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公布了、哦、对，那我们东方美材、西方美材跟立体雕塑类的作品呢都非常的精彩。那我们这次其实除了基隆奖有30万以外，那我们第一名跟第二名、第三名都分别都有奖金，那分别是50000元、30000元跟20000元。那另外还有佳作跟入选的作品，我们都在现场展出。而且这次我们比较特别，因为我们这次3楼1廊是我们重新改装过、嗯，那跟原本的大家印象中的3楼1廊会非常的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次基隆美术馆它是以白盒子为基调，所以到了3楼之后，它给人家的感受也是以白盒子为主。那另外我们为了那个在做一些立体投影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防夜幕的部分，也让大家可以如果有一些影片或者是多媒体的投影播放，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制作，所以它变成是一个蛮多功能的展间。那我们也是配合未来更多的展示的需要去做这样子的改变。是这样，真的让大家好期待哦！基隆美术馆终于要开展了，而且第一档就带这么大、这么震撼的尉迟记，哇，这真的是很多集23个艺术家、当代艺术家，大家一定要来看看，而且都是很知名的老师，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东西，而且每一件作品说不定就会激发你、引发你内心深层的一些思维，然后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可以这样说吗？其实这次尉迟记的这个展出，我觉得光在策展的过程中我自己再进去看艺术家的策展，其实我自己非常就有蛮多感动的啦。那包含说里面我们特别有讲到周金波的部分，有提到周金波部分，甚至有模拟他的一些在牙医手术的时候牙医用的一些座椅，我们都可能在现场都可以看得到。哇，对啊，蛮特别的。那我觉得这个
每个艺术家在针对这个展的用心的程度也非常的高。那像秦正德老师，他也在我们基隆各个制高点去设置他的一些艺术装置。那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概念，他是希望透过一个基隆的制高点一个空绘图的概念，然后最后聚焦到我们的基隆美术馆这边。那我觉得这个作品也非常的精彩，那大家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一起来欣赏。是，真的是令人引颈期待，就很期待这一场这个开幕首展。那我们要请教齐宏艺术家齐宏老师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其实进入校园，其实看到很多孩子们的艺术亮点爆发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好，刚刚呢，我们园长呢有说了一下，他要强迫我们的幼稚园小朋友真的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哎，他们都做 3D 立体，好厉害哦！等他国小毕业之后，我们还会强迫他来成为一个艺术家。所以，基隆是一个充满了艺文气息的城市。我们呢，做了好，对，对，美感教育，很多很多的努力，其实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小朋友有很多的舞台，然后让他去了解，就是他们的每一个的观点，每一个的想法，我们都很在乎，很真实。那要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这个小雨滴的计划，就是我们带着小朋友来做共创的艺术计划，其实到今年已经第四年。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短短的这四年来，我们其实获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回馈。那像今年的我们叫做梦之船，那今年呢主要呢就是由我们在地很重要的一个企业阳明海运文化基金会来赞助的。那地方的企业以及我们地方的家长们都很重视这样子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在推广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很感动的是不管是家长，不管是地方的企业，也包含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对于这样子的计划，他是越来越热衷的，而且越来越主动积极的想要来参与。因为呢，他们看到了这个在做这个计划过程中，教育的价值。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我们如何呢透过这个观众看到可是一个美美的作品，可是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要把这样子的概念传达到我们每一个的小朋友的心里面。所以各位观众呢，当你来参访来参观，看到我们这个漂亮的作品，你可能没有看到的是，其实这个作品呢、现在是4月1号开始展，可是其实我们开始启动这个计划是从去年的年底，我们把基隆呢41所还是43，就所有的小学老师们的英文老师招回来真人。英文老师啊，译文老师，讲到英文，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我们每年呢，其实这个教案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带着说英文做作品，去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坐船，我们为什么要做鱼，我们要透过这个作品要做了什么。那民众呢看到的呢会是完成品，可是前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教案，就是带着小朋友去认识我们的海洋，认识我们的鱼。那刚刚呢小军说了英文，那要跟各位观众分享，很特别哦。你知道今年呢，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教案，今年的梦之船的这个教案，新义国小的老师呢后来呢把这个教案拿回去之后呢问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教案呢转换成是英文的，他们在跟学校的双语老师去共备，发展出了一个英文的教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教案太有趣了，只有5、6年级的小朋友可以上到，太可惜了，所以呢他们希望呢把它转换成是双语，然后推广到不同的年级里头。所以我自己看了会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个作品呢不只是呢去扰动了我们5、6年级的小朋友，他同时呢也去扰动了学校的老师们，也扰动了呢每一个家长，因为小朋友呢会拖着家长来看作品，那来看了这个作品的同时呢，他也会去聊，哎，在这个作品里头呢我们小朋友想要投注的这个意向是什么。那同时呢他还可以呢去透过这样小小的一艘船，小小的一个作品一个计划，可是呢他在学校里头呢他开始酝酿了，他开始发展出了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不同的教法，就例如刚刚跟各位分享的，你看不同的老师我们长出了不一样的作品。那这个不同的作品里头呢包含的是什么，是每一个老师他想要带给小朋友的不一样的养分在里头。所以很欢迎呢各位观众呢来看看我们的作品的同时呢，你可以好好的去欣赏那个每一个小朋友展现的这个创意之外，其实呢我们也要替我们基隆市的政府基隆教育处以及呢在第一线呢在推广这个作品的这些老师们要好好的鼓励他们。因为你看到了这今年是6000艘，这6000艘的鱼的小船呢，小船它其实呢都是由我们基隆市的教育处
动员了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老师们，你知道他花好多的时间带着小朋友来做这个作品，那这作品最后呢会回收过来的展示，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作品，它背后投入了好多好多的精神在里面，不只是教育处，不只是学校单位，还包含我们民间企业，大家共同的，其实它有一个很核心、很简单的，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能够带给我们的小朋友有更多对于地方、对于家乡、对于基隆这块土地的认识。是，就是要有地方的深沉情感，这也是地方教育上很重要的一环。剩下最后两分钟，我们要请教薛科来跟大家再呼吁一下，怎么玩这一次的童话艺术节。好哦，其实我们的船今年是去年我们掉到6公尺高嘛，我真的觉得小朋友家长都去年对他们都好厉害，去年掉了6公尺高，他们还看找到自己的作品，就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小朋友阿公阿妈一起来，而且还来好几次，就是因为我每天都会在那边就会看到他们一直来，就有我有找过有找到，有找到，然后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就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哪里，然后一直找这样子。所以那今年头就是脖子不用那么酸，我们矮一点点，然后欢迎大家都来。但是也因为这个作品他在户外展3个礼拜，所以所有的观众来要跟我们一起爱惜我们所有的作品，因为每一艘船都是小朋友他们很珍惜的。然后我们那个司机大哥开车就是一间学校一间学校去把它载回来，然后现在还在整理中，所以每一艘船真的都是很珍贵的在对待。那也希望到时候游客，我知道很多游客都好喜欢，也很想把它带回家之类的，但就是拜托一定要好好就是一起帮我们呢就是保护然后珍惜我们的作品。然后这一份攻略呢没有拿到 DM 没关系，我们在官网其实上面都有电子档，然后各县市的爸爸妈妈也可以下载来使用。然后呢我还是剧透一下我们到底有哪些金额的礼品哦，礼物哦，完成我们的礼物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是特制的纸胶带，我们这次的主视觉非常的可爱，我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超级疯狂收集纸胶带，对，真的。然后再来呢，跟爸爸妈妈在我们活动现场留下专属于那个 moment 的照片，好，我们提供拍贴机，非常好玩。那我们这次也非常谢谢 Anniverse 他赞助，除了他就是馆内的折价券啊，他外面有一台叫做吉古拉号，他有很多好喝的饮料，然后完成任务我们也可以去那边兑换饮料，甚或我们这边有一个市集，然后专门是挑给我们的亲子一起可以来有好吃的好玩的都在里面。那完成任务的话也会送你折价券呢，可以再多在这边再停留一些时间，然后再多玩一些。那反正这一份呢就必须要珍藏，那for基隆的孩子也for全台湾的孩子，那4月份一起来基隆一起玩乐，谢谢。真的不只是好玩而已，还融入了环境教育、海洋教育还有美学教育等的理念，而且更加的是加深了孩子对家乡的认同感。今天非常谢谢四位来宾跟大家分享这么好玩的童话艺术节，大家一定要记得来玩哦，我们下次见，拜拜。